刚刚大家不要紧张，他们会把人拖出去。对，因为闹事的嘛，我们把人拖出去就好，等下叫警察来处理。啊？没事。没办法，因为我也长大了，我不能再像小时候一样。刚刚大家不要紧张，他们会把人拖出去。对，因为闹事的嘛，我们把人拖出去就好，等下叫警察来处理。啊？没事。没办法，因为我也长大了，我不能再像小时候一样。我一直都很尊重。对，OK。我真的一直都很尊重警察，我再跟你们强调，我真的一直都很尊重警察。但你们要知道，我一直都很尊重。OK。我这边证件嘛，你要了解一下状况，你要证件，先了解一下状况。哥哥，我五月十一日21时许接获110报案，称本辖仓库私人演唱会内发生纠纷，警方后报后赶赴现场，到场后已未有冲突发生，警方将。现场疑似伤者廖姓男子待反锁厘清，为当事人声称未遭殴打，亦不愿提出任何告诉。经查看演唱会现场影片，警方依该影片内容将相关人等通知到案说明，并就事实经过所犯情节依刑法或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。